怎么样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到伯父去世的地方吧。云顶。哎，阿 K， 你准备嘞？你一条小白狐扛？那东西有可能。因为你不是他生的，他故意刁难你，让你离开他们家。没有。对啊。绝对不应该。他是我妈。云荡，天暗墙。